有很多父母亲非常非常担心孩子过多的重视了其他人之后啊，自己被抛弃。比如说，小孩在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之后，肯定会觉得学校里面老师和同学说的话比父母亲的重要。这个所有的爸爸妈妈都经历过这个的。然后，如果是不健康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老师和同学说的话像圣旨。我们作为你的亲爹亲妈说的话像放屁，你这简直就是吃里扒外。然后从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吃里扒外就是成长，就是他在小时候的时候把自己房间搞得很乱啊，然后有好多事情好像貌似他不能够自己做，实际上是在勾引妈妈。这是一个语言，就是说妈妈这些事情我搞不了，你来帮我搞吧。如果妈妈真的帮他做了的话，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养成那样的习惯。但是一个健康的妈妈会有意的跟孩子这种乱保持距离，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上你的当，你勾引我管你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这个对不起，我说 no。然后孩子就知道，原来妈妈是不愿意进入我这个部分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成了他的自己的边界的范围，所以这些事情他就可以自己去做。我们讨论过很多关于自由跟责任的关系，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越是自由的人，他越能够为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奴隶为什么没有责任呢？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们上网，这个年龄该学习养家糊口的知识和技能这种事情，他们不做。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对自己和对自己的未来以及即将老去的父母亲负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为别人活着，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都搞得很好。就是在我们的边界不断的突破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一部分功能给了别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进来，我就没办法把这个事情搞定。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就遵守他的边界，让他的全部的国土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掌控的话，他就自然会把那些国土都打理得好好的。在那些经验中间，爸爸妈妈不会干扰我，所以我就可以做那样的事情。我们看看相反的情况，比如说，在整理房间这个事情上，如果父母亲过度的干预的话，以后他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他就会想，我做这个事情不是我要做的，而是我爸爸妈妈要我做的，所以我如果一听他们的，我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这样子会直接攻击我对独立的需要。但是如果爸爸妈妈不管这个的话，我会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只不过是我自己要做的，所以我不会损伤我的完整感。再举一个有点惨烈的例子，或者说可能会惨烈的例子。这个暑假，我带着我的女儿和女友一起全国到处走，我们走了9000公里，在各个地方去玩啊，或者是讲课啊之类的。然后这个中间呢，我哥哥会经常打电话给我，而且从我对他的了解和对我们的关系的了解来说，我知道他只会跟我说一件事情：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能不开就不开。而且不管我多愤怒要他不要再提安全的事情，他都没办法克制。然后我就变得越来越胆小，就是我不敢再接他的电话。接他电话之后，他跟我说要我注意安全呢，让我觉得非常愤怒。那么一旦在高速公路上面出现一个需要我非常冷静和独立的采取措施来避免的危险的时候，那一瞬间可能让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注意到安全，我就听你的了，那我就不是我了。而且你总是跟我说要注意安全，这个让我觉得愤怒，就是我需要有意的来不注意一下安全，来保持我的自我边界。那么这个真的是可以想得到，在那瞬间可能就车毁人亡。关于我自己的安全的问题，如果被别人过多的提醒，
那么在真正的遇到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规避危险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的心理活动可能会非常复杂。就是我这个时候如果采取注意安全那种措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了你的指挥了，这个让我自我的边界，让我的独立性受到侵犯，所以不舒服。那么我就可能会选择我不注意安全，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你，使我有那种独立自主的这种感觉，而在这个电光火石的1秒或者是不超过1秒的时间，就可能会车毁人亡。所以，我哥哥对我的那种做法，就是从潜意识来说的话，有谋杀的味道，而且这个谋杀一直都在。我们需要相信，每个人被生下来，然后他慢慢发展出来的自我功能是可以进行自我管理的。但是如果这个自我管理被其他人骚扰的话，他的自我管理的功能的这一部分呢，就相当于被别人替代了。然后在没有别人干预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心理咨询师，她问我说：“我小时候，我爸爸说我没有收拾，就是把东西搞得很乱，他就不停地说我，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说。”你即使以后嫁人了，你还保留这个坏习惯的话，我都要说你。然后，这个女咨询师她就一直保持在家里不收拾的习惯。现在她的儿子都20多岁了，也还成天说：“妈妈，你是一个没有收拾的人。”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真的跟你爸爸关系很好，因为你爸爸在你早年的时候跟你的链接就是靠。”你留一个后门没有收拾，然后他不断地说你要收拾好，来跟他保持这种关系。如果你变成了一个井井有条的有收拾的这样一个人，那爸爸就不见了。也就是说，你就把他从你的内心里面或者自我功能这个部分把他赶出去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永远地保持这样的习惯，以便爸爸永远都在。实际上，一个人的好多的毛病都是为了配合别人而产生的，因为毛病就相当于我开了一个自我功能的口子，然后你可以畅通无阻地进来。如果反过来说，我们要让孩子没什么很大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做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所有他应该对自己负责的事情都交给他，而我们不要对他做太多的干预。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找一样最有价值的东西，你不管是找真理还是找美，或者是找最高的智慧，这个都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在所有的文化中间都应该只有一样，这一样就是自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在绝对的价值上面超过自由的。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还想在自由之上附加其他什么东西的话，这个人只配做伺候他人的事情。”接着说关于控制和自我边界的事情。2年之前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男的系着一条花围巾去网吧。另外一个男的呢，就看他不顺眼，然后就跟他打起来了，最后把那个戴花围巾的人捅死了。这个例子跟我们今天刚开始讲的那个例子也非常的相似，只不过是他可能跟同性恋的冲动有关系。比如说，我是那个看见别人戴花围巾不舒服的人，我就把他捅死了。我的心理过程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戴花围巾刺激了我也戴花围巾，然后就使得我不男人的这样的羞耻感，所以我需要把刺激我不太男人的
这个部分的原因把它消灭，就是你，你死了，我这个部分就不会再被刺激。那实际上这样的人恰好是对他自己的男人身份不确定的状况，因为如果他确信自己是个男人的话，别说别人在花围巾，就是别人在做更严重的影响这个人自己的男性身份的事情的时候，都不可能让他自我认同的自己是男的这个东西啊变得动摇。所以这是他自己性别不确定的典型的表现。有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政府。成立政府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我们需要有一个管理者来协调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的职能仅仅是在协调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政府变得庞大，已经超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这个政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里根曾经有一个名言，就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政府是问题本身，因为它管的事情太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里，政府是不是有过度的管理我们的味道。这个过度管理本身就是我们文化中间干预期的问题在一个大的背景下的投射。可以肯定的说，任何故障都会有一些好处。故障干预期可以使我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免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内心的焦虑。比如说我是一个在干预期故障的人，而你是一个神经症水平的人，那么你的那种潇洒自由随意就可能会刺激我。所以呢，我要通过使你不要那么太潇洒随意自由来缓解我的焦虑。最后我们斗来斗去呢，可能你就被我搞赢了，然后你按照我的规则来，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也会不舒服的。这就是干预期的好处。另外，如果我们把干预期的这种能量升华了之后呢，有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家，就是把我所喜欢的那些宝贝疙瘩全部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而这种升华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人类社会都是有益处的。另外，我曾经幻想过一个所谓理想国的职业的分配，就是让所有的消防员或者是某所有的单位的消防员都必须有干预期人格障碍的诊断。他们会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我们作为这个单位的成员的话，就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安全。武汉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电梯上去里面装了19个人，最后从30楼摔下来，100多米的地方摔下来，19个人全部都死了。假如这个施工单位的安全员有干预期的问题的话，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首先，它不会让一个过期的电梯还在那里运行，还不会让那些人自己就把那个电梯的门撬开了然后再进去。还不会，或者绝对不会让那个电梯超载7个人。但是神经症的问题呢，就是怎么着都可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管安全生产的人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我是有一点强迫的人。有一次我比较紧张地带着我女儿过马路，旁边就有人说，你怎么搞得这样强迫啊。然后我开了句玩笑说，我在用我的症状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当然我知道这有防御的味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症状更强大的力量了。我们以后要在某一个人处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要考察这个人有没有跟这个位置相适应的症状，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症状可不可以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优点。没有任何疾病是完全的坏的，就像没有任何优点纯粹就是优点，它
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是适应性的，不是这样子的，还是看在具体什么样的场景。好，然后从升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个人有很多的口语期的制造故障的话，他可能变成老师，因为做老师会说很多很多话。我最近几年讲课讲了很多，也实际上是口语期的欲望在不断的升华。演讲家也可能是口语期的问题，就是他们需要通过口腔来征服这个世界。也许我的养育者他们本身就有这两个问题，然后我通过认同获得了同样的问题。每个人都倾向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内心里面想什么，自己是什么状况，所以我的养育者可能通过他们跟我打交道的模式让我知道他们内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就认同了这个部分。每个人都渴望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因为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感受会给人一种我活着，我正在活着，以及我活着有价值的这样的感觉。因为如果没有人知道我内想知道我内心感受是什么的话，我就没有价值了。一个演讲家，他每年做很多的演讲，然后他的发展阶段有可能不是口语期，而是刚预期甚至神经症期的问题。而一个很唠叨用语言来虐待别人，内容经常是空洞无物的人，更多的是口语期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他能够通过语言表达充分地呈现他内心的风景或者爱情情仇的话，这实际上甚至连不仅不是口语期，也不是连刚预期都不是，他应该是俄狄浦斯期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用语言做充分的表达，但是不是用语言去虐待别人和语言空洞无物。但是话说回来，比如说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通过演讲是为了控制的，更好的控制这个国家，然后让这个国家的全部人民都支持他发动战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个刚预期的问题，就是看他的演讲的目标是什么样子的。用不断的说话去谈恋爱，这个典型的是俄狄浦斯去冲突的问题，因为天天谈恋爱需要表达情感，而且这种表达让别人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如果总结起来说，就是我们不管说多说话，这个数量并不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处在口语期，而是他说的话的内容是不是有效益、有效率、有表达的效率，还有就是看听他说话的人是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如果这个人说的话总是让别人不舒服的话，那可能就是口语期或者是刚预期的问题。我们告诉别人我们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俄狄浦斯期的或者说神经症期的，就是发育的比较好期的啊，就是我告诉你说我现在心里很难受，然后别人就知道了，哦，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好，第二种就是这些人他的整个人格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把自己内心世界语言化的那种程度，也就是说他只能够通过行为让你知道我多么难受。比如说我头痛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你说我头痛，我只能抱着头在那里待着，做出很痛苦的样子，然后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之后呢，你就知道哦，你头痛。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发展的更不好的人，他们第一没办法用语言说我很难受，也没办法做出动作让你知道我很难受，而是通过让你同样难受的方式告诉你我这样难受。举个例子，我昨天到上海来，从安徽的六安市出来，应该出来我估计最多20分钟就够了啊。但是六安市到处在修路，这样子我们就
四面走，开着车半天走到这个地方，前面路断了被堵住了，然后再开车这个地方，前面路断了又被堵住了，以至于出陆安的这样一个小城市用了2个小时，而我们很着急的赶到上海来参加一个会议，所以当时那个状况是非常的焦虑和不舒服的。我如果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肯定不能够深切体会当时我那种难受的状况。那么如果我是一个有这样的表达障碍的人，而且以后我担了很大的官儿，我就没有必要用语言告诉你们说那2个小时是多难受，而是直接把你们送到那个地方，给你们一辆破车，让你们在那里转3个小时出不来，这样子我就知道你们非常真切的知道了我当时有多难受。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可以遇到很多人，就是你跟他打交道他就让你不舒服，然后你学了精神分析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这个人之所以让我不舒服，是因为他没办法用语言告诉他我他怎么不舒服，他只能够通过把我整得跟他一样不舒服，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是正在怎么不舒服，或者是过去曾经怎么样不舒服。而且如果在生活中间，在别人让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不采取打击报复让别人更加不舒服的方法，而采取我刚才说的那种理解他人的方式的话，你跟别人就分离了，就处在一个跟别人不是太纠缠的状态，然后这个也表示你有足够的人格独立。如果再换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把那个唱卡拉 OK 的人捅死了的例子来说的话，你在听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在那样子的大庭广众之下用那样子的糟糕的声调来唱一首歌，而且他还可以怡然自得的时候，如果你有独立的人格的话，你就可能会欣赏这个人，就是原来他可以如此的跟自己的毛病和平相处。这个人不是应该用来被捅死的，而是用来可以作为榜样来学习的。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带着自己的毛病和这些毛病所附加的羞耻感活着。处于严重的口欲期故障的人，他的自我是不是松散的？实际上是恰好相反。前俄狄浦斯的问题，他们的自我是和谐的，铁板一块。你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自己跟自己和谐，但是他跟外界不和谐。你还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对他的问题几乎插不上手，你不管怎么做，你都没办法扰动他非常和谐的铁板一块的自我。但是神经症的病人就不一样，神经症是他内心冲突很多，整个自我是散的。你会觉得你可以进去，可以给他帮什么忙，内心非常的冲突，但是呢，他跟社会是基本上是和谐的。比如说，他就很少能够做出来反社会人格这样的事情。好，然后接着说，口欲期的这样的人，他会依赖什么客体？当然呢，最开始我们永远都是依赖我们的养育者，就是比如说孩子首先会依赖妈妈。但是如果妈妈本身就依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妈妈有巨大的情感隔离，这样子就让孩子感觉到这个人我靠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给我可以让我情感能够依赖的足够鲜活的或者强大的支柱，有可能我就需要转而依赖我自己，或者是依赖另外一个人，或者这样说，就是在我们依赖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依赖会永远在那里。如果早年的时候我们依赖被满足了的话，相反我可以不要依赖，然后我可以一个人独立地活下去。从依赖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只要是坚守两点就可以活得很好。第一呢，就是我已经是成年人，我应该是不依赖任何人就可以活下去。
这是第一。但是很多人啊，他们到了成年的时候，他们会还会隐隐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人让我依赖一下的话，我就活不下去。这实际上是口欲期的问题在作怪。比如说一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间，他感觉到有可能被对方抛弃，那么他的情感体验就是我活不下去了。有好多人真的是因为这个自杀了。但是如果他仔细想一想的话，你如果到了成年，没有任何人，你都是可以活下去的。这是一个人活着的第一个要有的基本的信念。第二个信念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应该有能力让别人给我帮忙，就是我没有必要一个人硬撑着，因为我总是有能力让别人给我帮点什么，这可以使我变得活得更加容易一些。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能够接受这两点的话，活下去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也许更加细腻的一点，就是我们依赖他人是为了控制的。比如现在我们把一个婴儿放在这儿，我们就全部被他控制了。我们要看他是不是热，然后出了汗是不是要给他擦一下，然后他有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哺乳期的妇女来给他喂一喂，或者就是我们去买奶瓶买奶粉然后给他喂，还要反复的考虑这个奶粉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有没有三聚氰胺，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这个活就没办法不干了。所以最早期的依赖是为了控制。那么在一个人他成年之后，如果还对另外一个人有很多的依赖的话，这实际上也是婴儿般的幻想在这起作用，就是我依赖了你，然后你被我控制了。但是对方不一定会配合，对方看到你是一个成人的时候，他就想没有我你可以活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你内心里面婴儿那个部分，就是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的这个部分没有被满足，所以两个人之间可能就会有冲突。一个需要婴儿般的被呵护，另外一个人说你不是婴儿了，你是成人了，我凭什么像婴儿一般呵护你。成人之间的冲突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依赖不管是从来源来说还是从功效来说，都是为了控制。而且一旦一个人他理解到自己内心里面原来还有一些残留的婴儿般的通过依赖来控制他人的愿望的时候，他立即会觉得自己长大了一点点。这个也就是精神分析总是干的事情，就是把潜意识意识化。一旦觉察，这个人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当然呢，有时候依赖的惯性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个已经不是治病的了。控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干预的需的控制，就是也来自孩子对妈妈的控制，就是如果没办法控制我的饭碗，因为妈妈的乳房就是饭碗嘛，那我就会饿死。所以他把控制呢没有放在我如何控制自己让自己去找一些别的东西来吃，而是把它控制在早年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食物的来源，这个显然也是固着在早期的这个状态。但是作为成人的话，我知道我不是要控制一个女人我才能够活下去，而是我能够在街上看见任何一个男人找他要点钱我都可以活下去。就是这个是也需要通过把潜意识意识化让他明白这些东西。现在高度的社会控制来自于我们整个文化里面所有的上一辈对下一辈的担心，就是如果我们不足够的控制你们下一辈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把我们杀死。这个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集体潜意识里面的，因为作为低等动物的确是有下一辈把上一辈杀死的这种事情发生。